十一长假结束后，深圳、上海、大连等地发布通知，要求外来人员三天三检，而且24小时内必须进行一次核酸检测。12号开始，郑州高新区连续3天全民核酸，1天2检。13号，广州市花都区也宣布部分区域核酸1天2检。网传视频显示，近日北京、上海等多地小区被封控，拉人隔离。深圳市民邓先生表示，深圳被调侃为核酸城市，天天做核酸，不做寸步难行。其他国家已把中共病毒当成感冒处理，放松防疫了。中共还坚持清零政策，欺压百姓。靠那个疫情来控制老百姓嘛，是他们一个政治目的嘛。还有一个呢，就贪官他跟核酸公司勾结嘛，搞纳税人的钱呢，不管老百姓死活，拉围栏呐，搞得一些商店都倒闭了，老百姓吃不起饭，上不去桌，老人有病只有拖着忍着，活得太艰难了，根本没有人民尊严呢。近期还传出，不少未公布疫情的地方也实施所谓的静态管理，导致民不聊生。辽宁省抚顺市郊区养殖户安先生家里养了30000只蛋鸡，因为抚顺全市封闭，无法运出去卖，目前已有近10000斤鸡蛋滞销。我们家是没有疫情，但是进不出，因为有通行证吧，而且通行证不好办，我们办不下来。已经反映过多次了，他们也互相推，然后都解决不了这个事情。如果再持续半个月的话，这些都要扔掉，损失很大的。近日，上海多个区招聘社区防控专岗人员，合同期限为1到2年，担任核酸采集等疫情防疫工作。这干嘛？这是假的。现在我一直做嘛，一直忙嘛，忙到家嘛，没办法了。我第一，社区不是大赛的时候还没撤走，还没停，还我不进了，对吧了？我认为也是，没有疫情也要找疫情，好痛苦呀！是这样，我也不方便呀。新唐人记者熊斌、陈杰采访报道。